大家好，今天三哥的堂弟带了一个朋友到四哥家去吃饭，然后让我去帮忙炒一下龙虾。我从家里拿了一包龙虾料，他说买了好几斤，我去边吃边尝，边炒边尝吧。是个女性的朋友哦。是女朋友啊。女朋友。嗯。反正我知道是女孩子，但是不知道是啥关系哦。我只负责炒菜。来看我，再看我明天就把你吃了。搞吃你一片呢。龙虾。嗯。哎呀，丢不能有奶耶。爷爷的宝贝。腌制鱼。先哎呀，我弄当弄弄。哦，堵了奶了。嗯。没事吧。不能够。人呢反正公路嘛。哇，是爷爷腌的大鲤鱼，这是腌了几年的呀？应该有三四年的，对不对？三四年吗？那不是有一坛有十多年了吗？嗯，在底下，那十多年在底下。丢了一个。先炒一个雪鸭，看我见没有大厨。掉面。这雪好少。欢迎光临。要得啊，要领导啊。哎，老板，哎，爷爷，哎，欢迎老板，啊，麻姐到到了，好，是大鬼的，耶，这么多好吃的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你们那种汤圆，我也那种，我也懂啊，就啊，这样就这样嘛就。来